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三角洲行动主线任务《淘金狂潮全攻略教学二》。来吧，该起来了。好烟幕，
他们不好搞，快不行了吧？先去。哪儿来的东西？附近有敌人。有入侵者，来呀，有种打正面。行动远超预期，但我们不能掉以轻心。上司的行动远超预期，但我们不能掉以轻心。细心回顾成功经验，有助于保持优势。受伤了吗？我来帮你。
我在换弹。高价值目标，好，小队，你们已经完成了行动目标。列车已经停靠在车站，搜寻无子时小心主命。从这儿撤，咱们走。
淹没。敌人包裹上路。